a second, I need to 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the bathroom getting higher than the Empire State. My lover, she's waiting for me just across the bar. My seat's been taken by some sunglasses, asking about a scar. Hello, 大家早安，跟我一起回广吧。Hello, 大家早。昨天上午我就到家了，然后回来之后天气又不是很好，一直在下雨，然后再加上我口腔溃疡又复发了。就反正心情一般，所以我也没有打开相机录视频。但是今天的天气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从今天开始记录我回家的生活。早上起床真的肿得跟猪头一样。这次回家之前，我又在网上买两个东西，然后呢，包裹刚好跟我也同时到了。我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呀，其中一个包裹就是这个完美日记的两个眼影盘，还有一支口红。其实前段时间完美日记特别火嘛，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被特别的种草，直到我们公司的后期小姐姐们人手一个那个鳄鱼盘，然后我也跟风下单了。我买的是这个，一个是上面有小猪的盘子，另外一盘就是个香香。我觉得老虎这个盘子很适合我今天的衣服，待会用这个来化妆好了。还有一支他们家口红是这个，好重啊，这个口红是 S02。 哎呀，哇，上面有很多这种波纹状的印花，哇哦，我觉得这个口红是有点水润的感觉，闻起来是巧克力的味道。然后第二个包裹就是香，买到了 Pomegranate 他们家的这个 mini 口红三件套。其实我一直都挺想尝试他们家彩妆产品，业界的口碑是非常高的，其实包装很好看，有很多这个小闪片。就是这三支样式跟正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拿在手上能感觉这个 mini 口红它很轻。这一支是 OMI， 我其实还是有这么多的，就真的很顺滑，轻轻一涂就涂开了。这个1995，正好我也是95年的。看一下这支，不知道跟这个，这支就比刚刚那个颜色再浅一点，一个红棕一点，一个更裸一点。再试一下 Fresh 3， 这颜色就要深一点，这支就很好看，比较重口味的豆沙的颜色。再把它们看一下好不好晕开，还挺好晕开的，就感觉是那种哑光口红，好看。
刚刚吃午饭回来了，刚刚吃的是火锅，但是我就只能吃白味，就是没有吃特别多。然后刚刚又买了冰淇淋，然后刚刚那个口红 Pomegranate 的这个口红，它是轻轻的摘，比如说你喝奶茶接触吸管那些它不会掉，但是吃饭的话它就掉，现在就掉完了。再来试一下完美日记的这个，觉得这支的颜色就是那种水红色，夏天涂应该还可以。现在邀请到了我的侄女，我要把她脸上的泛红的地方给她稍微遮一下。高中生专属妆容，哎，你看起来太瘦了，大家猜他多少斤？猜多少岁算了？小。现在我要跟我的侄女出去逛一下街。打一个车，这个还是香的。下个蛋，三二一。I can see you in my head, I can see you in my bed, I can see you doing all those things we used to do instead. All the fights at 2 a.m. when you knew I was your man. The only thing I'm thinking about, I really gotta hold on. 给大家安利一个酸奶，这个好好喝呀，蒙牛炭烧的芒果味的。现在逛的有点累，我们到麦当劳里面歇一下，喘一下口。我的侄女买的温泉奶，黄牛，喝两个，有汁儿，还可以。哦，这个也是芒果味儿，我买了个软糖，也是芒果味的。刷得到不？这五秒钟了，快点！啊！你太凶了吧！你第一下就吓到了，真棒！要加要加！我们来吃必胜客，妈妈两个陪我们吃饭，就有四个人了。我们这桌，我们来看相一下高中生包包里有什么口红。看一下高中生包包里的三支口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试色。红棕色感觉好看的嘛，这个好看。哎呀，再看一下你的迪奥673，这个有点粉。很青春，很活力。看看你的小羊皮305号，这跟上一只的颜色差不多。哦，这个好油亮啊，这是不是最火的高中生色？今天中午的午饭，糖，不对，鱼香茄子，清炒芦笋，这个，我的妈呀，青花椒酸汤鱼啊 ，OMG， 然后再配上这个是
朝天豆腐。哇，这味道，闻到没得？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口腔溃疡患者专用凉面长什么样子。滴了两滴辣椒，因为不滴辣椒还是不香。我刚自己又滴了两滴家里面的那个青花椒的油，虽然吃不到辣，但是还是可以体验一下麻。这已经是算我这几年吃的最放肆的一次了。为了发财，好吃哎！刚刚洗完脸，突然想起忘记给大家录结尾了，所以大家拜拜，下个视频再见吧。